出口日本的六台三合一送料机现在正在装车发货中，这次发货需要装整整两辆半挂车。一起来通过航拍镜头感受一下现场的忙碌与壮观吧。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六台三合一送料机在车间里的亮丽外观，排列整齐，看起来非常大气。叉车师傅们来回穿梭，一台接一台的将三合一送料机稳稳地搬运到挂车上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，效率满满。 发货人员也丝毫不放松，仔细核对每一台三合一送料机设备的零部件，确保无一遗漏。在三合一送料机装车完毕后，工作人员又仔细将每台三合一送料机牢牢固定，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位移。同时，还特别为三合一送料机披上了防雨布，确保设备安全无虞。这六台三合一送料机将直送至上海港口，随后装船出口日本。